一张学生的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《一样的月光》来送给大家。 OK， 来大家听过了这首华语歌曲之后呢，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安排一首《Hokkien 歌》。那这首歌旋律我相信很多大哥大姐们大家都不会陌生哈。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我们马来西亚非常知名的一位作曲家，所以这首歌算是一半的马来西亚歌曲哈。来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这首《Hokkien 歌》，帮帮告亲一，来自罗生峰大哥原唱的一首歌曲，送给你们大家，谢谢。